主打以新鮮食材製作日本迷你熱狗同埋意大利雪糕嘅小食店，啱啱登陸朗豪坊。多款富日式風味嘅迷你熱狗，全部都係 mini size， 份量啱啱好，唔會食得太飽。等你仲有空間可以試多幾款小食啊！好似呢一款熱狗咁，加咗柚子醋同埋蘿蔔蓉等等，平衡咗熱狗腸嘅油膩感，配搭清新。至於甜點方面，就有多款唔同口味嘅意大利雪糕，一定要試埋呢一款棉花糖雪糕啊！棉花糖燒到半溶狀態，加埋唔同嘅配料，相當豐富。透心涼嘅凍飲就有 latte 冰脆。同埋呢一啲氣泡果茶，而其他烘焙食品同樣都好吸引噶，琳琅滿目，真係搞到有選擇困難症添。